主料，冰皮面粉250克，五仁馅150克，辅料，白油 37.5 克，水150毫升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五仁馅料，冷开水，白油准备好，和成面团45克一个，冰皮剂子，鸭蛋黄一个，加上五仁馅30克一个，冰皮按点包入馅料后沾上捣粉，放在模具中用力一按即可脱模，晶莹剔透的冰皮月饼做好了。烹饪技巧，掌握冰皮和馅料的比例为6:4，包好胚子，沾上炒熟的糯米粉防粘，放在模具中压实，脱模后的冰皮月饼放入冰箱冷藏2个小时以上，口感最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